方好坏皆因缘，慈悲关怀当当缘。也想最近的做多亲好朋友早安快乐，这段时间是我们慈天必生公为人所提供的节目，也就没想为人所主讲喜结善缘心灵的加油站。欢迎我们的朋友咱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66449，我关系的多亲我们的家控我们的逐天讲的话题，也是咱的朋友，也是咱同道师兄姐提供的啊。没想呢，嘛如果知影啊，会当讲的，没想我伫电台甲咱的朋友来分享啦吼。你一定会问讲啊，是虾米袂当讲啊？因为足济吼，咱讲了伤过头白，有可能啦吼。咱讲得其一则，不知其二则，他就会有很多的误会啦吼。所以呢，咱讲讲大众话，大家拢听有，诶，心情啊，甲料理又好，心境甲料理又好，大家知影要安那过日子，这个基础呢，先甲拍好伊知啦吼。啊，咱若想要搁较深的道理，要搁较了解，那么咱就是吼，诸天必成功的大门，永远拢是为众生开的啦吼。只要你有时间哦，来，没想呢，那知影。只要是我知的，我绝对袂看薄啦吼。来伫遮呢，先甲节目呢先拿做，然后咱的朋友如果若是有特别问题啦吼，需要解答的，勉强再来做解答。来今日咱安排一块吼，那是咱同道的听吼，讲真久无听到坐火车来拉萨，马上我于师姐伊叫咱爱听这块梵音的林师兄做伙来收听。高，水有多长，通往天堂的路太难。终于盼来呀，这条天路，像巨龙飞在高原上。穿过草原，越过山川，载着梦想和吉祥。幸福的歌来一路的唱，唱到了唐古拉山。坐上了火车去拉萨，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，去看那最美的格桑花呀，盛开在雪山下。坐上了火车去拉萨，跳起那热烈的雪山浪马，喝下那最香浓的青稞酒呀，醉在神话天堂。高，水有多长，通往天堂的路太难。终于盼来呀，这条天路，像巨龙飞在高原上。穿过草原，越过山川，载着梦想和吉祥。幸福的歌来
一路的唱，唱到了唐古拉山。现在所想起一段非常好听，咱讲虽然是吼听歌嘛是当互咱的心情袂歹啦吼，但是呢听歌咱嘛是爱去甲了解迄个艺术，所以没想到真刚有讲过吼，讲这段歌是咱我乃遮爱听，甲咱的心境、甲咱的个性有类似相近啦吼。有个人足爱听迄、那个安尼，哦，听了家己心情酸的迄种的吼。啊，迄种诶，咱就是有一种心结啦，吼，咧透未开，所以咱暂时不是很美丽，就是个性不是很美丽的时候啦，吼。咱也够有真济需要吼，用迄个歌吼，啊来互咱的治，咱讲疗伤止痛啦，吼。所以你也听到迄种吼哀哀怨怨的歌，你也感觉好听。啊，你的心情呢，足乐观呢，你就袂爱去听这种歌。这跟咱目前当下的心境呢是有关系啦，绝对有关系有相关嘛吼。啊，你讲哎，这对歌呐写个这尼啊好，你写到你的心情故事，你会感觉讲这就是咧讲你，啊，这就是咧写你，你会感觉呐特别亲切。所以讲写歌还是写曲啦吼，就跟啊咱的心情去应合，拄好当下迄个，拄好去应到，哎，这是我要的。所以你会感觉特别亲切啦吼。哎，咱的师姐啊，当个讲咧讲梅香师姐，较早先啊，咱咧看这个吼七斤端啊，听过你讲过七斤端，我感觉七斤咧修，啊，就真单纯呐吼，啊，就来山顶诶，单纯，单纯是古早人的单纯呐吼，啊，真单纯呐，你甲想王重阳度七斤，伊嘛是爱。嫁中风十二年呢，伊爱写啥？你知无？伊爱写真爱，为什么？写甲囝的感情，又生囡仔，伊有伊的家后，吼、哦，生作端庄贤淑。啊，伊三十几岁呢，王重阳祖师呢，去学这个吼、哦、李祖甲钟离呢，嫁做乞食的甲点头的时阵吼，伊才三十外岁，伊是一个秀才嘛，是一个奇人呢，家庭嘛，算真是足会得过的人呢。但是呢，吼、哦，伊受了点刀了后，伊决心要来修炼，为着要撇开伊个家后个恩爱，甲即个囝个亲情，伊来干扰伊，所以就爱嫁中风。嫁中风十二年呢，十二年伫伊个房间内底无离开迄个房间，开始修炼。修炼是为即个李祖甲咱个钟离老祖塑好伊个口骨，为即个口骨开始一直咧练。十二年呢，十二年，顶官才来个印证，哦，他派太真人哦，甲讲你已经身有身体啊，哦，你已经呢仙风道骨，你下当呢吼、哦、去到这个六，咱讲灵海关呢去度，你应该爱度七真，做七真人呢回归嘛。迄个时阵呢，伊才为伊的房间离开，嘛无甲伊的某囝讲呢，伊就从那点点那个遁出去。咱有听过故事嘛吼？哎、这个伫伺候伊的这个吼啊，这个奴才呢，要烹饭来好食，啊奇怪，门都锁咧咧。啊，正经门甲拍开，啊那无看到因这个冤鬼，伊唔知影讲伊修炼十二年呢，会当幻化，买当飞，买当焰，买当遁呐。伊就做安尼离开伊的厝内体，嘛要甲伊的家要消失呢，就来到这个灵海关。啊，你甲想咧，讲古早人哪有好修？是咱即马个想了想简单呐，吼、哦？为什么？你干那要卸开这个恩爱，甲这个囝的亲情？无我即马问讲咱即马的孙啊、叔仔啊，吼，大家嘛半工半通。嗯，我即马要来静坐，没像叔仔无闲啦。恁拜六咧公休啊，足歹势啦，我咧爱上班，吼、哦。啊，美香师姐，你道理讲了足好，我足想要来讲伊。啊，我已经听你的节目听几十档个呀。啊，你捌来过无？唔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都足无闲个，道理我拢足清楚，道理足清楚。但是咱干那要甲放落这个世间哦，迄、那个，咱奶奶讲金钱这关你都袂过啊。啊，现在古早人好修，
古早人穿的是一个白布衫，啊，穿会烧呢，啊，食有糜人嘛食，有番薯人嘛食，唔是像咱即卖人也要阁食些啥？你即卖去超级市场甲看，啊，你落底啊得2000块，就咪阁挖倒出来空啊无啊？为虾米？因为大行都拢是色香味俱全的东西，咱就贪这个口欲，咱就无多下记这个世间人的啥享受嘛。啊，你讲古早人好受？第五条以来啦，吼，像咱今嘛咧讲的讲吼，明清国、明朝甲清朝，咱今嘛敢有出到啥物新鲜？因为一定是自咱今嘛近500几年来，老伯温禅内底有讲，咱人若重发明的时阵，那么你就无遵照古早人的礼节啦。咱人咧发明的时阵哦，啊，愈发明啊，科技愈进步，咱人的人心就愈安怎？对这个贪念就愈多，因为。会当坐飞机，咱尽量嘛想无爱坐船啊。哦，啊会当赛车，啊我嘛尽量无爱骑奥多麦啊。啊会当骑奥多麦，我嘛尽量无爱骑铁马啊。啊甲学呀骑铁马啊，我嘛尽量无爱行路啊。干毋是安尼？啊所以时代科技一个进步，咱要讲老皮温残，干呐？哦，咱的这个诸葛亮嘛捌讲过，时代若愈进步，科学若愈进步，咱人的人心就愈退步。为啥愈退步？咱去予这所有的温婉情愁、贪嗔痴爱，这所有的世间的名利权势，甲你毁咧啊！你甲想，咱人若是如果共租厝，你会感觉安怎？人也甲你问啊，某物人你即马住对，啊就住对，啊这厝是家己的无？你硬无啥会出来？啊，我共租的呢，啊，你甲即马也未买厝哦？人甲你讲一句话，你等你枕头贴三粒。咱讲租厝，敢那袂是真歹势的代志。这就是咧讲世间人，都是因为有这句话，这句话甲你刺激啊！我就认真欠认真做啦吼。只要当加班，我尽量加班；只要会当谈，我就认真谈。我绝对一定爱先甲买一间厝安居乐业。这就是咱已经去掉半世人啊，去掉半世人啊，对。然后呢，哎呦，咱的囡仔爱娶某呢，爱甲准备一个嫁妆啊，吼，准备一个吼，咱讲要甲娶某，哎，阿妈爱有淡薄啊啥，爱有淡薄啊钱啊，咱这我都讲要共娶新妇，人也甲咱讲要爱聘金，啊，咱若无聘金要安怎？查某囡若要嫁，啊，咱若无嫁妆要安怎？啊，你都敢那为着厝，为着车，为着囝事事，嫁妆添妆的娶某的，这你来了偌济时间啊了？上不到60岁，你也无再来用啊！除了讲你的运道足好，你逐项做拢逐项顺，逐项投资，逐项趁钱。啊，咱有偌济世间人拢是沉伫遮。啊，所以咱讲，即卖现代人为啥物歹受，杂念济啦，吼、哦，咱要爱的太济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要应付的嘛太济。因为咱世间人吼、哦，看到两粒目睭看拢，干咧看人的成就，看人有成功无，看人有买厝无，看人即马成就到啥物程度，咱问的拢问这個，无多一个问讲你即马修行有修无？吼、哦，啊，咱有去解决到咱面前面头前所有的问题无？面头前所有问题毋是食清用的问题了，生死问题啦。甲生死问题，甲咱的身体健康，甲咱的思维有关系，无人会去问啦。大家拢是咧问看你即马剩偌济，你即马厝买几间啊？啊，恁囝娶未？恁查某囝嫁未？拢在问这俗事，啊，咱应付这个俗务，都应付到50-60岁啊！你要收啥？啊，咱哪有可能讲哦，用时间来打造，用时间来探讨，讲咱是安怎来的？咱是安怎来的？哦，啊，天顶这神，哦，伊就心甘情愿，就发愿讲要来世间给咱保庇啊！咱就规矩好保庇就好啊！咱就家己唔免安怎，家己唔免修啊，先甲咱保庇就好啊。咱这种心态，唔是讲较早的人较好修啦，啊七斤啊，才简单就修起嚟啊。吼、哦，人伊就已经安怎，人一定七斤人，南七斤北七斤，安尼人就已经修起嚟。现在咱甲即卖人也无看到一个真人，八仙依然是八仙，牛的人依然嘛是沉沦在这个世俗内底，虚华假境，四刀球嘛是跳未出嚟。咱就是因为安尼，咱咧歹修啦。所以有真侪孙啊，即个问讲，梅香师姐啊，你伫电台咧讲，你哪会无爱教讲要安怎炼丹啦，要安怎来打坐？唔是我无爱教。咱即摆咧听节目嘛，有80外岁，嘛有90外岁，嘛有60-70岁，嘛有一挂孙啊，即有诶捌字，有诶唔捌字。咱讲雨露均沾啦，母娘讲雨露均沾，就是少年人要听，就是讲伊诶基础。
孝悌忠信礼义廉耻，甲教好，伊就会友好事大人，伊自然会知影分寸，伊的神经啊记着，善缘无断，伊家己落来找路。啊，即马少年人有足侪人来找路，但是有人甲报路报唔对，所以搬烂甲即马，收甲即马，伊原一事无成的人足侪。所以咱讲道足简单诶，若要甲讲十分钟就讲完啊。嗯，啊，你讲吼，没想十分钟就讲完啊，嘿啊，真多十分钟就讲完啊。啊，为什么要绕这么久？绕这么久没有办法把它走捷径，都无迄个走捷径的人呢、啊？到还有第二个王重阳，甘愿过中风十二年，甲关在内底，名利权势总放掉，所谓恩爱情仇总放掉，关在内底训练，吼、哦，家己有法度呢，甲伊个摩尼宝珠找出来。真正博得飞升有几个啊？啊，你讲啊，都若要讲真多无暗坎的，十分钟就讲完啊！啊，讲完啊，都跳过都够啊！为什么唔甲讲完？你唔看世间人有这种精致无？无这种精致，你甲讲完，你甲讲没想笑的破的，无一个正常的，不是不教，也不是，唔是无要破，问题是破会破你无？没破你啊！所以咱即马定咧讲啊，地甲王露露啊，串关关老师，为啥是关老师？老师会用关，就是啥？你知无？真多唔团呐！啊，见甲你讲啊，拢讲迄个三千外里吼路的，啊报路报未到的，啊，互你倒遐呢，直直说，直直说，直直说，啊，说到尾人老跳也死啊！啊，这条园林又搁走登入天路啊，还搁咧等啊，各灵甲生魂啊！你当时啊，这因果搁了断啊，我着搁对你来世间，搁来出世啊，又搁来复合，安尼一世一世流浪，甲今嘛无咱无娘讲六万多年，敢那有七真甲北七真南七真啦、啊，甲这所有的真人，等于姚江呢，分享着伊的仙桃啦，一千年开花，三千年结果啦，吼、哦，只有安尼。即系真仙的倒转，啊，即嘛真仙教我多倒转，真人教我多倒转呢。因为若无咱一般若是有地仙，还佫辅助着咱的福德精神啦吼，啊，辅助着咱的神风爷来办这个人间强力人间地主的工课。做地仙，你要佫转去佮瑶池圣境，即站还佫是真远的路呢。啊，但是咱即嘛人讲要问真多足少的。大家来拢嘛是咧问我，我运道即马好无？我会当创啥？我投资啥会趁钱无？啊，我即所谓俗书，你个想？如果若讲要讲真道啦，都十分钟就讲完啊。问题是有人做会到无？做袂到。哦，王重阳祖师都甲安那听李先祖甲讲十即所谓口诀尔。啊，李先祖有留落来有啊？伫咱女性小单内底，单刀十六篇。就是咱的李先祖所留落来，啊，迄就是伊较早咧教王重阳安怎修的，吼、哦，李祖师所点到的，遐后壁咱即马要印的，要印经册，都去印着十六部金丹，十六部金丹是虾米人留落来？李先祖留落来，李祖师留落来，啊，李祖师留落来，伊用这套同款，和王重阳祖师来练，人伊都我都练到去度七真，升为真身妙相。即马伫咧天顶咧享受，免搁在世间做人。啊，咱看到十六部金丹，读个嗨嗨咧，嗯，无可能，即我做袂到。啊，所以咱伫咧讲，咱唔是无爱教，吼、哦，像咱大禹师兄讲吼、哦，有人滴个留言啦吼，我梅香师姐为什么不教静坐？我要教啊，为什么不教？每个礼拜六，哈、啊，都有在共修。啊，咱即马开始咧选经济啦吼，共修就敢那咱幼稚园同款的意思。咱的囡仔三岁读幼稚园，读幼稚园都大概一般般，喜欢玩玩跳跳，吼、哦，喜欢玩，喜欢唱。这幼稚班里面还有比较好的种子，他已经，吼、哦，已经脱离幼稚班已经读完了，伊即卖已经读国校，国校读完读国中啊。但是伊必然呢，还阁有啊多，吼、哦，含这初级的智慧，是因为安怎？因为咱讲大同学。高年级的啊，带低年级的，吼、哦、啊，咱即马阁筛选迄个经济炼丹的丹道，即下我都成就新生，也叫仙道啦。仙道还要一段纪律，还要有口诀的。就像咱王重阳祖师是得到口诀，伊照这口诀来炼。
咱的身躯是半个宇宙啦，吼，叫做小宇宙。所以咱常咧讲吼，咱人啊内底所种的这粒摩尼宝珠啦，吼，嘛就是咱医学上咧讲的松果体啦，松果体。啊，但是佛教咧讲摩尼宝珠，咱呢咧讲这粒灵苗精子，伊就是咧通天眼的所在。哦，咱通天通地通人。哦，咱讲通天通地，地就是讲，互你看天顶的，互你看地造，互你看人间。咱每一个人呢，较早，哦，古早的时阵，上古的时阵啊，大家拢也阁保留着这个天眼。为啥咱即卖人天眼怎啊砍掉？这粒摩尼宝珠就怎啊大牙摆正？咱保留定咧讲大牙摆正，一个公式粒。这粒松果体，这粒松果体就是咱伫个这个两蕊目睭，吼、哦，这个灵台阁起立一个。一个啥？一个玄关，直接入去就是拄好伫大脑的中央，一粒细细粒，就敢那啥，敢那绿豆大的，迄粒叫松果体，也就是我们要开天眼，必然从这个地方练起。所以咱等下你讲百会玄关，啊，咱这你讲啊，我要哪搞？经济还未到遐，还未到成熟的时阵，伊都要喜欢起来跳跳。哦、要喜欢起来唱唱的时候，你要叫他说静下来摩尼宝珠，然后光灼灼、哦、光灿灿，他们的定力还没有到这里、啊、我们说听节目的人一般啦、哦、他还没到静坐的阶段，静坐是在做什么、啊、所以说我们没了解、哦、你要先了解生死的根源，先了解我们天文地魄，先了解我们的自性。是怎样我们古早的神仙常在说咱要复古明初，吼、哦，要复初，你有法度呢？复性明初，你就是复这个原性，就是咱讲天魂嘛，吼、哦。你去了解啊，你唔只有法度带你这个肉体袂去做歹，你的肉体会减少贪嗔痴，会减少这障碍，吼、哦，这所有的四项，吼、哦，温婉精修，你袂阁结，你唔只有法度帮助伊，吼、哦，会当来修行正果。啊，咱即马咱的人。哦，真无用啦！吼，啊，要阁趁钱咧，吼，啊，要阁咱个囝享受买名牌咧，吼，啊，大家出去拢咧比啥，拢咧比老爸好个，比老母好个，啊，是咧比环境个。咱即卖社会已经是沉沦到这个程度，拢是咧看外表个，都无咧行内在。啊，你讲老师阁较牛，伊嘛就是爱筛选迄个种子，只要经济跳舞起来，咱唔只会当甲讲真道说真道。你唔知我得个讲真理，可以明性复初，真正去了解初初这粒种子原来是清净无染的，原来是无一点点啊杂念的，伊是光灿灿、圆坨坨的这粒摩尼宝珠。但是咱早都个放未记哩啊，稳重伫个内底都用要打伊啊，因啊无去个运气，无去个练，伊这粒种子都差不多伫要富裕啊。所以咱讲灵苗精子，是因为咱拢总是这世俗内底的三宝世界，拢是咧种这享受的，这虚华假境的物件，你甲放袂记哩啊！啊，所以古早人好修是人淳朴嘛，古早人无这所有的这像咱即卖享受这物件，古早人敢有手机啊？无啊，敢有即卖电脑？无啊，有电视无？无啊，人因足单纯啊，时间到人就去困。透早三两点人就爬起来，为什么？人会接受到天地自然的灵气，所以天眼要有法度存在，咱这边人无法度存在。困晚过来就暗时，咱暗时咧做二四点钟为着趁钱，吼、哦、做二四点钟做恶修恶的这，你甲想，咱这粒早就死呀？为什么死？你都敢那暗时无困就死呀？好、哦，这条灵。摩尼宝珠，就咱咧讲的讲，松果体早就没有作用了。你要怎么开天眼？你怎么开智慧？啊，咱人啊，种啊，都做暗时的困时的越睡越呆，到尾也唔免外老，五六十岁你就老人痴呆，开始拿这个望那个，坐咧无精神，啊，倒咧困未起，这就是咱松果体本身已经出问题啊。咱无了解啊，所以讲咱人要精气神，什么人要练精？吼、哦，练精化气，练气用神，练神欢喜。这敢若用嘴咧讲的，都一个真正要真修实练。所以咱讲，是无爱教吼。伫、哦、这个电台足歹去讲这啦吼、哦。啊，咱要讲嘛，看政治讲啦。这粒政治跳起来，又再着去领会这个你即马咧讲的话。
照这个口诀去练，伊听有，所以咱去二楼母娘头前面遐有两张单图伫遐，足清楚甲你讲啊，你练气练甲对，伊就会啥物反应，所以遐有两个单图，一个查甫一个查某，好，咱会当去遐加减啊甲看，吼、哦，唔是讲咱无物件伫遐有啦，但是你未晓看，你爱问。人讲一宝山卖空手回啦吼，冥想上无爱讲闲的，为啥物咱讲实际问题啦吼？咱要修的人就绝对要拨淡薄仔时间出来，爱甲世俗代志减少，你才有法度找真啦吼，放假啦，找真的放假的，假就是外在这物件吼，这物件拢是假的嘛，爱找真放假。啊！你无法度找金放假的时阵，你时间就挪不出来了哈。既然时间挪不出来，你谈什么静坐，谈什么炼丹，谈什么修身养性，难啊！江辉所唱的这条，足贴切的哈。不怪咱母娘，那落来都是哭，落来都是哭。为什么？伊就看咱这囡仔囝，打机、手机啊，直直背，直直背。吼、哦，少年的也背，老的也背，囡仔出世啊，差不多两岁啊，开始咧背，平板啊咧背。伊敢那看恁咧背，伊头壳就戆啊，伊呐无得救赎啦，很难呐、啊。这条经济打牙摆正足紧呐，二十外岁啊就打牙摆正啊，唔免甲老。真好啊，一挂过金丹。来讲世间人，实在是有够憨。明知呀，这是一场梦，偏偏就是这多人。名利只两项，坐少来加咸淡。人贪咱，那咱贪人，六亲不认咱，情义正是惨。爱死人，人拖人，那咱拖人，七情六欲挂袂空。等到有一天，日落西山，日头红，才知空等一世人。慈天必生公服务电话591605，咱即马进一段广告，
恭喜所做的香品啦吼，啊，就是讲甲大家来结缘，因为咱功德伫这个电台媒体，伊原感官爱需要淡薄仔经费啊吼，所以咱道亲如果若是讲啊，伫度听着梅香咧讲，啊，你感觉讲嗯，讲了的道理都还是哈、啊、可以接受啦吼，那么咱甲互道一下吼，咱到哪有咧烧香，咱拢无烧香，当然叫你买香，啊买香会使买庙的无，会使，会使买寺的无，会使，只要佛寺有咧点，庙宇有咧点，咱就会使去布施啊吼，咱出来都有咧点，咱有咧敬神明拜公妈。哦，啊，咱就咧敬祖先啦吼，爱、哦、用着香，那咱就是敲一通电话，哦，甲咱报喜者，就是讲你的一份香，哦，有可能中一百块、两百块，哎、欸，大家来做啥？做这个好多的经费啦吼、哦，所以咱的灵草香是咱九天宝灵所降世的配方，咱有经济部甲咱检验合格，你免烦恼讲去买着吼，乌惨白烂的物件，啊，免惊去买着无好的物质的物件，吼、哦，内底有重金属。啊，咱咧片片了，会影响到咱的空气，影响到咱的细胞，都不会啦吼。没想到咱介绍香品有笑三甲笑六，我公妈路较细，咱点笑三；新民路那较大，咱就点笑六。会使个男咧点啦吼，男咧叫啦吼。啊，咱若是讲啊，我都要叫三分九斤呢，啊，要我送一斤。意思就讲吼，咱送一斤就减少寄送的费用，你加一斤通用。啊、所以你就是会当个三斤笑三啦吼，啊七斤笑六都可以啦吼。咱会当安尼个调配，啊，咱若唔捌点过，你要甲讲，我叫一份点看嘛，就是三斤，一斤三百五十块，三斤一千块嘅现金，等于你咧和咱嘅道场嘛，等于咧和咱讲道这段时间嘅经费啦吼，非常非常感恩。二十四点钟嘅香款，那是用手工嘅哦。啊，咱咧是因为幼调，所以咱会爱用手工来做，我都用机械做的。咱叫做二十四点钟的手工香款，依然是灵草，所以咱内底面咧，滴点无乌烟嘛，无讲哦，会去沾染到咱这个新棉衫裤啦，还是讲咱的壁顶啦，吼、哦，足好整理的吼、哦。所以咱啊有咧买二十四点钟的香款，你就知影咱这用手工做的。啊，那如果讲有咧落雨，会较软些。但是伊若好天，伊就主动阁回复啊吼。咱用的唔是工业用的物件，咱拢是用食品级的粘嘛，所以讲伊会较软些，咱就摕较小心的就好啊吼。手工油款二十四点钟的，毛四点钟的小环香，咱若要结缘，直接卡电话，也阁有一斤百五块，俗阁好用的贡物吼。啊，咱若是有要结缘，咱直接卡这通电话，五九一六零四五，外关市的平价价零五。咱会当用宅配寄送，买当用代收汇款吼，真方便啦吼。啊，你若感觉牙齿有松动、有牙菌斑，常常洗嘴会流血，那梅香甲你介绍金盖丽蜂胶牙膏，真的很好用，真正有够好用的啦吼。啊，你会使甲请看卖，就是讲结缘看卖。啊，你都有咧叫香，你就迅速甲落一条类、两条类，但是你莫甲用足济吼，伊个吼好物件免订足济。好带一束啦，就好。但是爱小感一下，你那在刷牙的时候，全部刷好的时候，你个感一下，差不多一分钟啊，两分钟才个配掉。吼、哦，伊呢会保护咱的牙齿周遭啦，刷落去吼、哦、会形成吼、哦、一种保护。咱后摆呢洗嘴就袂够老气灰啦吼、哦，啊，咱的牙菌斑就洗会清气。金盖丽蜂胶牙膏一支250块结缘，啊，咱有四支，咱都会给你寄吼。伫、哦、这呢。感恩到咱的道亲好朋友对咱这部支持，以上是广告。若要结缘，咱直接敲电话：五九一六零四五。我关心的道亲在给空五感恩。来，拄只大师林厚志师兄啦吼，谢谢你啦吼。咱咧讲吼，啊，天顶的神仙呢吼，拢来人间要救急度苦。最主要伊毋是咧讲吼，啊咧保庇恁趁钱，保庇恁大家拢会当平安顺遂吼。其实伊是咧看经济来照巧，为啥我讲看经济来照巧？有时阵呢，咱常咧讲，哎呦，咱会去梦到啥？哎，足奇妙啊！这个梦境，有时阵是因为吼，咱的灵差不多是吼、哦、已经到要收的坎站，还是讲你已经有咧收？咱天顶即所谓真人新鲜，伊呐来世间探查的时阵。哦，啊，是讲来世间呢，吼、哦，来去去去去来来咧，看这经济灵苗到底怎啊？咱母娘所烦恼的，吼、
啊，这是二十一世纪，即嘛三期目减龄，这样疫苗政治，那无人守护，有可能大疫败症。大疫败症了后呢，吼，咱人呢做到尾也无成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咱啊愈做业愈重，浊气愈重，堆落了后，反正为四星六道去啊。为四星六道去啊！本来是一粒足清净的灵苗，为四星六道落，哎，咱这条天魂同款去嵌在底，同款去入天牢关咧，伫等候你这所有的罪行了，像讲咱即马人犯罪，咱都甲你判几年，啊，你都去关，吼，啊，你爱去行这个啥，行这个业，你这个业行完啊，伊就行你自由嘛，行你自由了后，哎，甲你看看咧，你还佫有因缘机会当来做人。吼、哦，上尾你也够一点灵识，吼、哦，也无讲吼做甲天罗人缘啦吼，怕落阿鼻地狱，也是无间地狱，你也够有机会，这条仙魂甲这条角魂也够有机会重新过来啦。那么呢，天魂你就该放落来，放落来甲你复合，啊，你今麦个落来，反射啊是啥？反射是五官无齐整啊，吼、哦，或者是讲落来到这个世间，你的智慧也欠缺，所以咱讲五行未平均啦。咱的囡仔现在无智慧，你这条天魂都当一分尔。落来世间做人，拄啊好是要你为业开始行尔。你哪有啥物福报？你无迄个福报，你来投生的这个家庭，绝对是家庭无讲，互你解圆满的。吼、哦，阿妈无通互你享受的。吼、哦，为咱讲比前生较好一丝啦，就是互你做最基层、上界无福报的人。啊，上界无福报的人，你就变成安怎？啊，手里看食。吼、哦，啊，都爱变成啥？有个人出世父母，有个人父母都老爸无，还是老母无；有个人出世，囡仔出世，囡仔活嘞，老母无；有个人活，吼、哦，晚一个来无偌久，啊，老爸意外无去啊！伊都是要让你创啥？要让你呢，无父母相传，无法度让你得到亲情的爱，嘛无法度去得到祖源的这所有的补助。另外，就是让你一身空落落，要吃要病，拢爱为你家己。所以就爱去依偎别人，这种囡啊，就是啥，当一分尔，伊个灵苗当一分，这个天魂当一分，这个福报七口八口当一分，所以你落来就变成有的就阿妈饲，有的阿公饲，有的老爸老母唔知走对去，有的人哇，老爸老母发生车祸，再就为孤儿院去，这种啊，这拢是果报，伊无甲你拍落去做啥，伫咱这个吼。人道还佫甲你留，你还佫留一分啦，还佫有迄个因缘机会来赎罪。但是你袂当得到父母的疼惜，嘛袂当得到祖源的庇荫。你就是爱家己白手成家，爱真艰苦。伫这个时间的欠少亲情、欠少家庭背景、欠少这所作种种的资源，你对细汉你都爱开始艰苦起啊。这就是你的灵苗当一分，天魂当一分的福报。你要为天主落书领这个啥，领这个落苦落来，根本就无因缘。为什么？咱有这个因缘落，有这个因缘去甲天主落书领落苦落来，所以咱讲教苦教苦。咱去甲因缘领较济落来，咱自然就福报较济，道生的家庭会较好。吼、哦，咱也够有这祖源庇荫，父母疼惜，也够有家庭环境甲咱栽培，这就表示你领落来落苦就较济。吼、哦，啊，你领落来落苦较济，你将来要创啥？啊、当然啦、啊，吼、哦，咱讲有做有吃，啊，你若好个时阵，你也回馈社会嘛。啊，咱若今日咱的命薄，咱今日都带艰苦落来，你都爱双手严格拖目镜，望拖望吃，古早人得甲咱看命，讲哇，你的命内底艰苦呢？艰苦就是讲你累世内底，你的新闻甲份做做太济，所以你无通得到这个福报，白工地嘛拢无。那么你严格拖目镜，望拖望吃。这个命格是你的，那么你必然要怎样？要比别人较坚强，要做比别人较济，啊欠，但是你还要怎样？袂使怨天怨地，这所有的因果拢是咱自身所业。你若怨一届，你就福报阁减一届，本来都你无福报啊，啊你阁恨天怨地一个活，因为你袂晓忏悔，你袂晓求开赦，所以换你呢，这个苦还阁继续定掉呢。咱人若苦的时阵，也知影感恩啦。咱本咱一碗饭食，咱嘛爱感恩。咱袂使恨天恨地，恨咱家己六亲眷属。是咱讲，只惊鸡无休，莫怨太阳偏啦。是咱家己本身自身所有的，就是这个业力。
所以你讲吼，这个基督教甲太阳偏吼，因两个是朋友啊，但是吼，伊要做伊呢吼，甲伊个衫裤内底甲藏金啊，竟然呢也去饿死啊！为什么会去饿死？伊都无迄个福报，伊唔知影讲伊要离开的时阵，因个朋友甲迄个金锭吼，甲填伫个伊领衫内底面啊，暗算讲因也无多生活的时阵，得要帮助伊，啊伊也无爱甲明讲啊，结果呢，煞。饿，那哪奔哪奔啊！拄着风雪，饿死伫个地，啊，饿死伫个半路啊！结果伊身躯是排金啊呢，身躯排十两金，竟然的饿死伫半路，这条魂飘飘飘飘飘，我对岸无风嘛？你的朋友有诗意无？有重音无？有啊！伊有甲斗三工无？有啊！啊，你身躯排金啊，你都无迄、那个，你都无迄个苗去甲用。总讲唔是怨这个啥，吼、哦，咱讲咱唔是咧怨朋友无情，也是讲咱家己的六亲眷属无义，是你无福消受啦。人都和你金啊排掉咧，对你的辛苦，你竟然有法多好饿死伫路边啊！啊，这种因果报应就是对，因为你无福消受，你内底无半点吼，无、哦、半点的福报，连你的朋友要助你，你都无迄、那个无迄个苗去消受，啊，你要怪什么人？所以咱常咧讲，咱人现在爱修，一定爱修，修慧，吼、哦，无修福，就敢那咱咧讲阿罗汉同款，阿罗汉是修慧不修福，因为伊是直接，伊就要离开，吼、哦，伊是管生死尔，伊无咧讲吼啊，因为来做任何的福报，所以讲阿罗汉呢，伊是修，吼、哦，咱讲修慧啦，修智慧要了生死，啊，现在咱讲这个阿修罗。伊是修福无修慧，阿修罗他有福，但是没有慧。吼、哦，阿人讲修福不修慧，福中也造罪啊。啊，所以阿修罗道呢，伊是有福报哦，但是有福报，伊是啥？伊是无慧，智慧欠缺，有福报，但是智慧欠缺。你来看，有一挂人足好个，但是无智慧啊，伊爱别人有智慧的去甲斗辅助，伊是命家真好，伊有迄个啥财库、金山、银山嘛，就爱别人去替伊开垦。阿修罗道是修福，但是他没有修慧，就敢那咱咧开八大行业的人啦吼，咱布施真甘啦，但是伊无修智慧，吼、哦，伊就感觉有啊，我都有咧布施，但是伊慧这边伊就放咧，伊敢那专攻福，布施真甘，所以咱讲罗汉呐是修慧无修福，阿修罗是修福无修慧啦吼、哦，所以这就叫欠缺，所以咱来讲吼。福慧要双修啦，吼，福慧要双修，光修福也不行，光修慧也不行啦，吼，光教啊呢，欠一支丝就飞袂起哩啦，吼，所以要福慧双修，啊，咱这讲性命双修同款的意思啦。来，咱听一对母女定慧解脱真经老版的吼，这差不多二十几年前啦，吼，咱听母女定慧解脱真经。昨天毕生经呢，咱的弘道印经会现在正在进行啦吼。啊，咱也是讲要布施吼，啊要吼、哦、来参加咱的弘道印经会，咱会当用发布单也可以啦吼。啊，咱卡电话591-6045，咱嘛服务人员来跟你讲，咱慈天毕生公的账号22570644225706445，100元。50元、30元拢无要紧，只要你有因缘，然后想要来参加咱的这个弘道印经会，人讲有施有舍，自然就获得因缘啦。
出收听一段母牛电会解脱真经，咱讲惊啦吼，惊伫咱的人世间无一条路通行，唔是惊无通吃、无通享受，唔是惊无通住吼。因为咱人吼来到世间无欠嘛，吼咱即马空厝足济，咱若无法度去买厝，无要紧，小厝咱嘛是甲住甲安尼足自在。啊，咱卖为着买厝哦，啊，甲买啊嘞吼，打掉嘞，咱感觉安尼压掉嘞，压力足大。有个人为着买厝买干喏，有个人为着干呐买迄间厝来住，为着立贷款立未起，为着买一台车来驶，为着立贷款立未起，看到迄台车要卖也唔值，要阁驶也唔值，啊，迄间厝要放也唔值，啊，要卖也唔值安尼，迄个叫啥？没有量力而为，咱家己压力家己提。提来打，打个安尼吼，家己感觉讲咱啊，伫世间内遮可怜安尼吼，为什么遮可怜？可怜嘛是咱家己吹的吼，咱这个民主拢背袂落来，都、就是爱民主，好爱民主。所以咱有个人讲啊，我都有啦，有想要做啦吼，啊嘛想要创啥？问题呢，就是咱讲人先啊，咱家己去吹靠遮。生活明明可以很简单，但是你要把它弄得那么复杂。像这卖囡啊，啊细细汉啊，你个带一支手机啊，吼伊啦吼。啊，这个囡啊吼，平常时啊，都咧班段写字、班段读册啊，你个带一支手机啊，吼伊带一台平板吼伊，你明明就叫伊偷鸡摸狗嘛，吼、哦。带着写，唔免啊，网络个调出来就有啊。吼、哦、啊，这卖要写字、要传字咯，安尼个写写来就有啊。看你要爱偌水的嘛有。因为咱人吼，咱讲文官一笔安天下，文官一笔安天下。这个囡仔伊呐，这支文笔无在文昌无定位啦，伊个头壳是已经去学科学架起来时阵，你无对头啊开始甲定格，啊，这个囡仔拜大汉就扑个啦，囡仔啥来扑咧？这个网络唔多拢卖歹，吼啊，永远你拢用网络来应付就好，吼啊头壳唔免甲记，啊那如果讲爱个位头啊开始。咱即卖医生若无网络，伊也无在看病。啊，火车头讲要拍票，无这个网络，哇惨啊！搁恢复用人力的时候，啊，这人袂晓生活。咱人都唔免讲安怎，都无电你都袂晓生活，无电你都所有诶拢种乱呢。啊，你甲想电脑对咱人有重要无？唔对，咱甲用伫足好诶所在，但是咱袂使甲时间放伫遐。因为少年人，你若安尼甲讲咧，讲啊，你 LKK， 但是你唔知影讲，咱人用这支笔，
尤其是用啥，尤其是用咱的这个毛笔的写字的时阵，伊的气是直接为咱的灵山圣海来对面，迄落笔的时阵，你的精气神拢伫遐呢。所以有时阵哦，咱足小看迄支文笔啦，你小看那一支文笔，你多拿起来写，你就有动到你的摩尼波珠来对嘛，较袂叫，较袂讲这条灵苗怎啊叫大，因为这是关系到咱人的生死关头。关系到咱人的聪慧，关系到咱人的巧，关系到咱人的灵敏，甲关系到咱人的思维判断，关系到遮尔济，佫遮尔啊宽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咱有足济人伫安尼哀忝呐吼，为甚物咧忝？忝拢是忝伫遮。其实吼，咱讲照着咱六根的感官呐，用内在去了解吼，啊，去甲了解，咱照道的命法去开发这个地巧。照行为去取缔咱的思想甲自性相应，对不？灵性是由咱这个天去化生的，啊，所以咱讲灵性是由天地化生，就是讲东方讲西方无，给咱这条天灵。但是呢，咱有天然的基因元素，你必然爱去做功课。啊，你若无去做功课吼，先天的这条连咪都无位啊。身体的这条呢，无咱的灵窍、地窍呢，无咱的思想观念都会偏差。你无法度去开发这个地窍，你都无法度照窍，你都无法度照道妙法自行启用。啊，照这个六根感官来底，你那如果讲未要去利用身体呢？所以人会讲，哦，啊，这个人做个发明家吼，做个吼，做个吼，啊，一旦发明，无无中生有，吼，即系所有的即系学者专家。因咧发明，因敢唔免技巧吗？哎呀，伊敢唔免经脑吗？哎呀，伊即有即个天然基因的元素叫做灵性，即条灵性伊会塑咱的灵根哦，啊，伊会甲即个啥，甲即个天地造化，将迄个苗摕来用，照巧的伊都要摕来用，即、这个先天的叫做天然基因的元素，你有滴个做功课，那么呢，你就有法度去体悟，啊，有法度去体悟，哎。为什么咱人爱静落？咱人静落的时阵会生窍，拢精灵开窍嘛。啊，精灵开窍要开什么窍？就是咱上天给咱这条天魂，就是咱讲灵魂这条天性，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天然基因的咧。你若有去个运用，像一粒石头，你啊一直个摸，一直个摸，一直个摸，哎，伊那会变金的，你知道？你个摸久也变金的。你若拢无爱去插伊，伊粒石头就是石头。你老你个把玩，哎，它又变成不一样，因为咱人有能量的，咱个也相应哦，石头毛气呀。啊，你老安尼想法，你会去个磨练，磨练你的技巧，自然呢、啊，哦，你的摩尼波珠的产生作用啊，产生作用，这个灵巧，所以神要给你照巧嘛，位下来。啊，咱要去照巧，这人的地巧，这人的灵慧，这人的聪慧，伊是天然的。所以咱讲天性、秉性，这就是上天给咱这条天魂。这条天魂呢，伊是会当呢吼，给咱呢愈练愈磨愈巧愈聪明呢。因为咱拢甲放杀去啊，啊，所以讲由着咱后边的色神做主，由着咱家己本身的觉魂、甲心魂，因为咱人。这条生魂要享受啦吼，要食好穿好。咱这个地壳的角魂，因为咱无去甲训练磨练，所以咱的地色愈来愈歹。啊，愈来愈歹，你就无法度去分好啊歹，对啊唔对，你就无迄个智慧去指挥这个肉体去做对啊唔对，这条角魂犯错，会指挥这个肉体犯唔对。啊，所以这条天魂呢，伊就自然呢，伊无法度呢指，你就无法度去甲指你。啊，伊就开始安怎？你不去利用它的天然基因啦、啊、吼，这个天性，你无甲扭落来用，那么这个天性就暗灭。天性暗灭就敢那啥，敢那咱的定心啦、啊，有定心无甲天油同款，伊就豆豆要化呀，要化呀，要化呀。所以咱元神啊，伫要化呀，咱就足够调惊调错，咱就足够调魔，足够卡音，足够调煞，是因为咱的头前。上天给咱知咧，已经失去光彩啊！所以咱要甲练一个练啥，就是咧练头前天魂这条，嘛就咱咧讲的，吼、哦，咱科学家咧讲的松果体啦，也就是我们的天秤。
也就是我们的天灵，嘛是叫咱的灵官呐，嘛是叫咱的，咱所谓的讲的，咱人会当安怎，会当六通，还是讲咱有天眼通，还是讲神通，你嘛是着爱为先天的这条，你有个练呐，吼，你有个集中精神，这个练，你唔知练有，啊，无问啊练有，所以咱无了解吼，有时阵咱定讲返璞，返璞是什么？返璞是天人合一的。一境界，你唔知都爱反扑，你要来去归真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要去正道，这个道位都要去正，吼、哦！咱讲求道、学道、行道、悟道、正道嘛，这个道伫个对，道不枉人呐、啊，道就是伫咱每一个人的自心。人来当反扑，即是归真嘛，啊，归真就是归还真性，还朴素，吼、哦！一旦迈入天人合一。所以咱讲返璞就是学道修行的重要法门，但是咱讲返璞需要先明白本质啊，即为素，素为真嘛，朴就是素真，素真就是美德，咱人有素真就是美德啊。哦，咱要返璞就是不忘本，不忘出生来这一趟旅程的本意，叫做不忘本，才叫返璞。啊，你若不忘本，才真正了解返璞迄个意思，那你就会。归真呐吼，啊那明仔呢讲，咱今日讲未完，明仔再去讲啦吼。伫这呢，祝福到咱的道亲好朋友，大家拢当道光精进，法喜充满，家庭平安。下晡是两点半，赶快有这些时间，若要等来慈天必胜宫结缘，欢迎咱先卡一个电话，5916045，我关切道亲在给空哦，感恩，再见，拜拜。